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可以救台湾，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好，我网络电视观众朋友来外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，久见咯！啊，咱啊海内外乡亲哦，咱这边哦会当度过这个啊中国啊武汉肺炎病毒吼，啊，咱安尼还佫话，还佫会当看电视，这个算讲袂歹啊啦吼，安尼就算真咯，有钱无钱不强哉啦，活咧就好啦，吼，啊，安尼身体健康就好。啊，咱今日咱甲玉琪啊要啊共同要来探讨两个问题啦，一个问题就是讲。咱这个蔡英文总统今仔日个啊连任的这个五二空的这个就任嘛，啊，伊随时哦，都讲伊要兼这个叫党主席哦。啊，你若讲这样呢，就甲迄个共产国家拢嘛是总统兼党主席。啊，咱这讲民，号称讲讲民主的国家，兼啊民主独立的国家，其实拢骗人的。拢骗人啊！我早就讲啊，台湾绝对不是民主。国家啦，啊嘛唔是国家啦，嘿，那唔是国家啦。啊，第二项就是讲，啊，要来讲就讲这个死刑啊，这个死刑的代志啦。我讲，有人确实都有影足苦的安尼吼。啊，就讲哦，咱即马咱家国内底，佫有五十几个人伫遐咧判死刑判好，还袂执行。啊，咱拢伫遐咧，家全民买单，伫遐咧饲伊安尼啦吼。即个就有人讲哦，迄个确实。做甲伤过迄落吼，政治上迄都爱改迄落，啊，但是有诶，搁再定情，搁再定情，已经定情三十几冬诶，啊，搁迄落，啊，着台湾诶，即个事啊，第一乌嘛，啊，毋知影是伊是有做啊，是无做，啊，大家拢看冤枉安尼，啊，所以讲咱今咱要来讲吼，即个有人讲赞成爱死刑，有人讲啊要来废死安尼好，陆金啊，你请。迄个要先讲，迄个蔡英文，迄个普天同庆嘛，吼。是啊，这举国欢腾嘛，哦，这是跟台湾未晓讲的吼。原来讲台湾没关系嘛，吼。这个总一个国家的总统兼党主席，吼，这就算独裁啊啦。对。好，安怎讲呢？吼，因为伊一个总统佮兼党主席的目的，就是要约束一寡伊的党员听话啦。伊若无党主席的迄个权吼，党员不一定会听伊的话嘛。是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总统兼党主席伫北京伊讲起来就以党领政啦。对。哦，以党领政，就是讲啦，你以后即个民进党的中正的党员，若要去参选，一定要经过党主席的同意嘛。对。伊若感觉你无听话，伊就无爱提名嘛。啊，你就无机会啊啦。对。吼。所以你去甲看欧美的先进国家哦。我至少拢有资料啦吼。就是讲，互人叫做文明先进国家的遐一关欧美先进国家吼。无一个国家的总统还是总理甲兼党主席啦。是啊。哦，这就叫民主嘛，因为啊。总统兼党主席有提名权，有提名权，伊都有要提名甲无爱提名的权利啦。就是讲，你若听话，吼，你乖乖排嘛，吼，啊，我就甲伊提名。啊，你若无听话，你若要甲我对价，我就无甲伊提名。所以真侪人会惊嘛，吼。所以讲，这个蔡英文佫回头来去兼党主席，这实在是。足无成体统，足无体统的一个民主啦吼，啊，当然台湾绝对不是民主国家，我已经讲过几啊摆。要成立成做一个国家。对，啊，台湾嘛不是一个国家嘛，所以有一个关台商投资中国受害协会的理事长高伟邦，就来问我一个问题啦，问我讲我安怎看台湾？我讲台湾都不是国家，不是看台湾，爱看中华民国。因为。咱前初是真侪人咧笑，真侪人伫好安尼一头栽进去安尼，连输白白讲什么连输台湾正名，我讲笑死。我讲，迄个毋是恁的工课，台湾正名无正名，毋是恁的工课嘛，毋是台湾人的工课嘛，迄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的职责嘛吼。比如讲，我咧讲啦，一间公司一定有一个负责人，吼。啊，迄间公司的负责人，伊若无去正式申请迄间公司的执照，迄就是地下公司嘛，就等于台湾同款嘛，即马就无成，毋是国家嘛吼。
啊，你无正式去登记公司行号，你无公司执照，你当然是地下公司嘛。啊，地下公司你就无公司执照，你要参加同业商业工会呢？不可能嘛！啊，同业商业工会的意思就是联合国嘛。啊，你台湾若无正名，哦，若无正名，讲你是你的国家叫台湾，啊，你就唔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嘛。对。啊，你唔是主权独立。用中华民国十对拍死你都袂入。袂可能，你袂。系联合国的一关2058法案就已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啊嘛。对。系足清楚嘛，全世界无两个中国。跟他一个中国，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吼、啊。所以咱老本来清楚，真侪人讲啊，倒来你连署台湾正名，讲唔是我歹连署，因为我歪了，我歪了白工嘛。那个很奇怪。无，这基本相识啊，对不？因为你要何什么名，是你家己决定的嘛。对啊。唔是别人替你决定的呢。是啊。对不？啊，所以我第二个迄个高伟邦博士讲，我讲吼，台湾也无正常。就是一群无正常的人，你治理无正常的国家，诶，才会产生真侪无正常的利润嘛？对，利益啦，吼。较有通啊，蹭啦。不啦，免借。最轻食无鱼。不，唔免照借多嘛，无正常的国家都唔免借多嘛。对啊。就巧就好啊嘛。对啊。对不？对啊。所以我定下你讲一个观念，就是讲一个法治的国家无巧迄字啦。嗯。吼。你甲看咱选举要去叫什么人要做什么部，要画什么部会。拢是敲出来的嘛？对啊，干那买车票断，伊就爱敲啊，对啊，明仔坐要买无机票、无车票，啊，住你破病要住病房，无病房，迄种爱敲呢？对啊，无敲是无法度呢。对啊，所以若有迄个敲字吼，都唔是法治啊啦。好、因为你美国迄个社会唔捌听过敲嘛。嗯，我唔是。美国总统川普当选总统，来一个人拢无领，伊个领一块美金的薪水的象征性嘛。对啊。迄个是有心要为美国做代志嘛，是啊、对不？啊，咱的总统一个月3-4百万呢。你大家唔好忘记哦，伊有一个国，伊有一个国务机要为全世界无的哦。是啊。迄个我讲迄差价钱嘛吼。你甲看，伊一年有4000万的一关国务机要费，你甲拄12个月，一个月300几万呢。嗯。加输啦，那有人一个月，还够输西卡钱，迄落，对，办公位，吼，我安尼讲啦，加输那有人一个月要请你400万的薪水，嗯，啊，请问张文志，你敢袂认真做代志？对啊，应该我一暝就知了呀，咱这无钱的，咱就一暝知了。对啊，对无吼，嗯，所以足简单，你唔免去俄罗国家的领导者，对，美国人无咧俄罗的啦。美国人拢是去监督迄款有权力的人，伊袂去监督在遐党，因为在遐党都已经失去政权了，伊都无迄个影响力去影响人民的福祉，无法度去影响人民的权利嘛吼。干那有一政党，伊有迄个权力，伊有迄个资源，伊有迄个金钱，会当甲你收买，会当甲你诱惑嘛吼。啊，所以。全世界文明的国家，拢是你监督在遐，一政党无人你监督在遐党的啦。嗯。啊，台湾经过洗脑教育了后呢，台湾人认定民进党是家己饲大汉的囝。嘿啊。讲台湾话嘛是咱台湾人，啊，无你敢要搁去予国民党当地？有一挂人想个足奇怪，讲较歹嘛要予家己的人管。啊，你较歹，你其实歹甲歹好甲歹吼。迄认定是一个一念之间，你敢知影？对啊，对啊。人文明的国家拢有一句名言：全世界无好，绝对无好的执政党。嗯。若无食，就没有在野党这个名数啦。嗯。这足简单，这逻辑嘛，吼。所以有在野党这个名数，就是讲全世界无一个好的、绝对好的执政党，因为执政党伊拢为着伊个人的利益嘛，所以才需要足较侪人去甲监督。我受到美国人甲荷兰人的影响，我一生满百年在野党。嗯，好、哦，我用更多执政党，我唔捌投票中国国民党，因为伊过去拢执政嘛吼。嗯、啊，所以民进党执政了后，我嘛是用一个监督的精神，我是要做执政党的防腐剂啦。嗯，咱拢扮演这个角色嘛吼。对、啊。所以咱这款人拢未受欢迎啦，吼、哦，伫台湾的社会。台湾社会有真侪人真相怨嘛，真厌头嘛吼，感觉讲啊较歹嘛，家己的囝啦吼，啊，佫较歹嘛，都爱互家己的人管啦。美国人无管迄字啦，吼，美国人的教育就是足简单嘞，伊讲
政治是服务政人的代志哦。官僚的国家拢政治是管理政人的代志哦，管理跟服务是差足济哦。咱这是通敌。对啊，所以干那你的文字吼，用法就无同款啦吼。我原来这部这个节目你讲起，今啊这时代嘛，无人讲是迄款政府哦，服务团队。你看美国的川普起来了后，开嘴合嘴就是川普服务团队，伊是咧服务人民呐、啊。伊是国家的公仆嘛。我这两天伫我脸书打一篇讲，什么叫做公仆哦？哇，足侪人讲哇，无上过你这课，我唔知影讲国家的公仆是安怎认定、嗯？因为国家的公仆对定居到总统，下居到军公到警察。因的薪水拢是咱你甲我交税金的呢，拢是你甲我的血汗钱呢，是咱共同交税金。政府的薪水的，都是拢咱企业的。对嘛，啊，企业实在是要过真稳呐啦，对，嘛真稳呐啦。欸，欧洲国家拢把你讲包吃呢。对啊。啊，其实讲起嘛，无唔对啊。啊，包吃因兜的水电甲输的某伊的囝的穿啥，拢嘛是伫个薪水内底支出啦。对啊。啊，所以讲，这个一个国家的领导者，卡出人一个月啦，给你400万的薪水啊。嗯。啊，主席，你敢袂认真做好工课？是啊。当然爱认真嘛，啊，你有心头恶路。认真是应该的嘛。嘿，有心头恶路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卡出人有人一个月要请我400万，我吼24小时都卖苦，我嘛甘愿啦，我都是讲你啊，对不？啊，你现在出门有车。吼、哦，有司机、对无？水电，对，啊，水电过6万6便便，啊，食、吃喝拉撒都唔免钱呢。嗯，世间够有人服侍啊，这世间够有遮好、遮好个空头。是啊，哦，所以讲这边哦，咱有一个观念啦。啊，中部长唔着讲啊，伊做台湾的，啊，伊做了真好，确实有影做了真好。嘛，不是讲好咯。不要迄啰，因为哦，伊在这个人做好是伊应该的。伊的天性嘛。对啦，伊应该爱做好，做不好咱才该指责。对啊。做好就是做好啊。对啊。应该爱做好。应该爱做好嘛，迄啰唔是什么大代志，唔是什么真了不起的代志嘛。啊！台湾人都爱做事。啊，媒体该做干安尼啊？媒体讲哦，即卖伊要来选市长咯，伊要来选怎？即卖讲伊的民调关起来的时阵，哦，大家都要改打压，搁要改吞打，又搁会害死一个人才啊！我台湾就是讲病态，就是安尼啊。是的，啊，所以蔡英文行民主的倒头路嘛，因为伊好不容易死掉，顶一届死掉当主席，专心去做总统。这种大家肯定啦吼、但是连任了后，佫转来，回头都在回锅，好马不吃回头草啊！一个都转来做总主席啊，啊，这就唔对啊嘛，对啊，这就甲习近平同款啦嘛，就是讲国家主席兼总主席嘛，甚物人敢唔听话？唔听话，我就无来提名。伊讲要佫修宪，伊知啊，伊的这个。总统的迄落讲，伊要搁再修宪，你莫参像习近平修宪，讲你讲的话啦，你讲的白菜话，拢要入宪咯、喔。有啦，伊已经无播啊嘛。所以讲修宪，其实爱制宪就对嘛，是不是？修宪就讲一领破袖，穿70几年。哇、啊，这中国人的修宪，系啊。系啊，搁加搁制啊。李登辉总统讲，哪会当修我早就修好势啊？对嘛，伊就无通啊修啊，伊就修到无通啊修啊啦。不是喺面遐。再啊，佫讲白菜，你敢那一个大白菜话？伊讲司法改革吼，伊已经做到安尼，已经足满意啊！伊认为讲足满意有迄个啦，迄是人民有诶人，无迄落是安怎意思讲人唔对啦？伊已经王国，伊王北京伊讲，伊已经不食人间烟火啊啦。人民有满意，满意无满意，伊家己行出人民间就知影嘛，对不？伊就拢伫保护伫迄款温室内底，伊就唔捌听，我都听袂到外口的声音嘛。老实讲，马英九选择无要参加，这嘛是对于一种迄落啊，敢毋是？对啊，过来迄落高雄市长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人，伊毕竟伊嘛是高雄市长，咱台湾上个大个家长。对啊，伊嘛唔来安尼。对，唔是啊，
因为你讲你罢韩，老实讲，有哪有争议啦，无正当性啦。因为韩国瑜去用罢免的唯一的理由，就是代职参选嘛。嗯。就是讲选掉国荣，自己无外户就去选总统嘛。嗯。啊，你蔡英文的修改者选罢法就解决了，以后不准代职参选，你代职参选在西方国家是政治分赃啦。嗯。政治分差啊，会就对了吼。因为你食一碗啊，看一碗，嗯，啊，搁去销售一碗。安尼来着，对不？咱找头路。所有官拢家己阿爱做，啊！但是咱的拢嘛，翁仔某、爸仔囝、母仔囝，啥啥拢去做迄落，啊！搁对立的迄落官职拢安尼在做，要笑死。对啊，就是啊，我常安尼讲，讲较早顾立雄做立法委员，嗯，因某经济部的副部长，伊敢无法度去选因某，无法度嘛，对不？啊，搁一个邱意莹，吼，屏东窜出来，区无男的一查某囝。因翁李永德做客委会主委嘛，部长嘛吼，伊袂敢捌即阵因翁，唔捌嘛，对不？苏贞昌做行政院长，因查某囝苏巧慧做立法委员，即下咧替伊切尻川，替伊安抚啊。伊要安怎即阵因老爸？嗯，敢毋是？嗯，不可能嘛。所以说政治乱象拢是一个执政者换盘的人的责任嘛。嗯，啊换盘的人都无迄知识啊。嗯，我早就讲，伫我的眼光啦。蔡英文根本伫个政治上内底拢无及格啦，伊讲有朴素是好笑的嘛，吼、啊哦，啊伊无读啦，伊迄是笔记本订订嘞，讲迄尊重论文啦。唔是啊，这个足简单的嘛，伊有无你就唔免讲坐嘛，你就提出来红花，你当然就好啊嘛，是不是？写出来的是唔是啊？夸张的，总统府还佫挂手套，佮你一张一张安尼在提后三甚物人的论文是安尼？对啦。迄是个一足简单的，足简单的常识，啊嘛足简单的逻辑啦。美国人的进步就是逻辑嘛，逻辑学啦吼。就讲你讲你讲我无啊无我提出来你看就一只啊，啊一只你啊用检验嘛，有影无影嘛，爱再检验，敢毋是？毋是讲提出来就准成，毋是讲提起来就准成。啊，你又搁甲无代无志，搁甲封存35年，啊你著惊人查嘛？哦，人讲我夜课无到嘞，我嘛是要等35年后，我要去看这本，这本是甚么款的论文？用一副台湾的讲用臭下种惊人乌嘛，嘿，安尼嘛，噶毋是吼？所以讲若乌，唔免少坐，嗯，也唔免多费着力，对，就马上提出来防检验，安尼就好啊嘛，对啊，哦，啊人甲你讲到安尼有脚有手，甲你讲到有病。嗯、啊！你唔敢甲人，你唔敢面对现实。所以讲，不能诚实。伊早下讲的话哦，足侪拢白贼话。对。伊徛遐在讲话的时阵，我咧想着讲哦，你这个博士是无去读的假。啊，你的三张迄个博士迄个毕业证书，迄拢嘛假。对啊。我就感觉讲，哪会才假安尼？对啊。因为迄个欧崇敬诶，迄个教授，伊嘛公开来质疑讲，伊连迄款大学的毕业证书都无呢。嗯。连大学毕业证书哦，因为伊是中山路中，唔是北一路的，吼、啊，伊去考掉迄个台法律系，去内通，吼，伊讲伊嘛找无伊的毕业证书，嘛找无伊的伊关迄个论文嘛，迄阵啊大学写论文嘛，迄、个年代啦吼。啊，无伊讲伊是迄个美国迄个康奈尔大学。嘛无啊。系啊，啊无你就摕一张康奈尔大学毕业证书来就好啊。是嘛，啊你就都是无嘛，无毋则需要甲封存，无互恁查，恁袂使甲我查。嗯，就这简单的代志嘛，这、哦、啊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蔡英文国都转来担任民进党的党主席，迄个成为一个全世界有这只绑架集团的首脑啊嘛，敢、是？嗯，因为我人那个美国的一个人权博士，就欧人金恩博士讲的嘛，伊讲政治就是有这只的帮派，嗯，警察是有这只的流氓嘛，这。这世界，对啊，这世界名人呢？对啊，对啊。美国迄个黑人金恩博士，迄是足伟大一个人物呢。哦，啊，伊安尼为着一关替黑人伊个争取人权吼，无惜着牺牲性命呢吼。啊，所以人伊讲的话就足有道理嘛。你这个政党就是有这只的帮派嘛，吼、嗯，伊、哦、帮派帮助会当指挥嘛，那蔡英文就是帮派嘛，对，帮助嘛吼，因为要提名，唔提名个在伊嘛，你若有听话，我就该提名；你若无听话，所以在怪你都疼啊！再去有人敲电话问我，伊讲，
啊，陆明佳本来是民进党的秘书长，敢那无去啊？我讲想嘛，大才想落来，伊那落去，伊那落，伊那落，敢那阮想，陆明佳曾经背叛。背叛这个陈水扁的总统嘛？对啊，啊，这有记录咩？红三哥跟伊是偷一粒石头，就是一定的嘛。对嘛？嗯、啊，就是这有一个不良的记录。啊，蔡英文要等来做总书记，伊哪有可能让伊做秘书长来？伊都做台上就有啊嘛，敢不是？哦，所以真侪人看政治哦，嗯，拢未清楚了。嗯，而且有上帝标准。嗯。那国民中国国民党古早做的代志，大概是安尼，交界牵丝啦吼。对。同一件代志，民进党做诶，爱无要紧，家己诶人，吼、哦。我讲历史以来哦，即、這个要咱无承认诶中华民国会走路吼、啊，来到台湾了后吼，难民啊，系难民吼。七十几年来，还阁毋捌有立法院诶副院长，加、替一个判刑贪污诶法官吴金斌，官宣呢。民进党的蔡其昌副做头一届立法院副院长，就替迄个贪污判刑的法官，对啊，迄个申请加刑呢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去想，啊，这件代志，若是国民党做的吼，我当然人嘛要臭头。啊，民进党就来乌干、哦。啊，民进党就拢无声，你按国家变哪进步啦？同款一件代志，啊，你用两种的标准啦、对不？你讲贪污，哦，台湾人都在那，你们中国民众贪污，大家骂个臭头去。啊，民进党无贪污吗？花莲，我讲你件代志都甲政府无关无错。对，花莲的阿周水泥，国民中国国民党、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拢几啊十人嘞。对。拢有摕到一关，政治现金嘞。有200万嘞，有100万嘞，有50万嘞。这政治现金伫欧美先进国家吼，那查到就是贪污啦。迄拢叫乌色的啊。贪污嘛，吼，伊贪污的钱，贪污就最简单哦。对啊。所以台湾人有双重标准嘛，那中国国民党做诶，就骂到臭头诶；啊，那民进党做诶，就结点点。啊，你这国家要怎办？华人王啊，伊所有媒体拢卖了了。对，啊，迄个规个全军覆没诶。无啦，啊，足简单诶嘛，迄修改宪法就解决了嘛。华人王傅昆萁甲因某徐慧珍，两个安尼变来变去。假离婚嘛，假离婚大家拢知影，毋是真诶嘛。啊，迄个选调，阿某拢当真选调。安选调院长，因某做立委。啊！即卖因翁任期到，换因某选县长，因翁做立委。啊！啊！因翁去判刑，啊！因某搁代替伊选，搁选掉。对，啊！毋是干那花莲咯。前台东的吴俊立甲邝丽珍，啊！我嘛是假离婚啦。我伫台东。吼！啊！我嘛是假离婚啦。啊！翁做县长，某做立委，某做县长，翁做立委。是啊。这政治乱象毋免改吗？对啊，对不？所以讲，即个选改一个，修改一个选法就解决了嘛。就是讲禁止代职参选，代职参选吼，未使讲食酒啊，搁欢迎嘛，搁捧迎嘛呢吼。安尼无方便嘛。你蔡英文一个任起来，就早讲这乱象，过去人批评足济，你着发着甲较紧甲入来，就无这个。代职参选的吼，拢来迄落，代职参选选无掉，搁倒乖乖搁倒转来做啊。对啊，无道理嘛。你去你套路。你爱中签啦。你要去找新的套路，无要紧，人头家也无反对吼，但是你要死掉去。对。未使讲去阴谋套路，搁倒转来吃，啊未使嘛，你未使，这就欺骗的行为啊嘛。就诈欺行为啊。是啊。啊，所以你。规个中华民国拢是你骗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咱较清醒的人，你拢去批评这个施政，啊，一寡这阮头脑无清醒的台湾人，啊，就讲啊，你唔通阁骂啦，你唔通阁批评。咱唔通阁成民进党成低压造成囝不好，后边受苦的，阁你家己哦，阁受阁较彻底的苦呢。我明讲，咱阁选择时间讲民进党上台了后吼，咱这个人民间受苦吼，阁较深入的，然后咱明讲，咱阁来。我问一个问题就好了。
民进党执政较久来，恁台湾人生活有较好过吗？本来有诶，煞无去。你讲有啊，无啊嘛，你良心讲就好啊嘛，对不？迄个你生活跟有关系，无关系嘛。无关系啊。老实讲，我是毋免靠政府啦。对啊。吼，但是我靠我的本事嘛。啊。我靠我的本事。欸，我有交税金吗？啊，我超过收入嘛是爱交税金吗？嗯，啊，我唔甘，我用交一寡税金去一寡饲一寡白痴啦。对啊，饲一寡无良心的政客啦。对啊，我的想法就是安尼啊，因为我嘛唔是甲美国人，嘛唔是讲甲美国人到底做工做十三年，嗯，甲荷兰人到底做工十二年吼。老实讲，我嘛无即款想法啦。对啊。吼、哦，芸芸众生啊，你清清在在的过道，只要穿起来都较安全安怎呢？没有那么很多愁庸，像我这边这几，即嘛升起来，迄个有几个愁庸。啊，像到李大伟明明都袂用钱，即嘛去改做海基会的迄落，那不是叫鬼提药单吗？很巧啊。起啊，唔得如何？瞧出来啊！系啊，啊，咱即摆咱即个林刚，咱大哥较详细，咱即下来讲这个死刑啊、死刑的诶这件代志啦。这确实有迄个咱台湾吼，莫名其妙吼，足侪决掉的了后，才讲啊，哎，就冤枉的，啊，冤枉啊，人就已经枪杀去啊。是啊。有迄个。即摆就是这社会就讲一个战胜一阵人是战胜废死嘛。嗯。啊，一个阵人是无战胜废死，佮一定爱维持死刑嘛吼，来。但即马就这个议题回到当个本质啦。对，你伫这個社会做唔到代志，杀人放火，这无恶不作诶。对，当然爱受到法律的制裁嘛。对，吼。嗯。但是我严厉，搁较严厉个制裁。但是我要请问大家一个观念，一个问题落啊。嗯。为什么全世界欧美的先进国家，无死刑的国家啦，吼？嘿。比如加拿大、澳洲啦，吼。嗯。无死刑的国家治安为什么比咱较好？对啊，这足简单嘞嘛，这老乡，老实讲真吼，小可有上少就上有啊啦吼。拢来有钱的国家啦，像美国因咧拢开放互伊申请迄落枪支嘛吼。美国有钱的所在都啊，规家啊都拢枪支，结果咱台湾拢未使有枪啊，结果咱规家拢会。有法度拢有枪啦。拢有法度捡到枪。有法度的人拢有枪啦吼。嗯。美国是因为受到宪法的保障，嗯，人人拥有枪支，嗯，这是什么原理？你敢知道？就是讲人民有反抗的权利啦。对。啊，人民反抗，你若无枪，你要来反抗？嗯。哦，所以人的宪法定得足清楚。台湾人哦，我像足少人足认真去看哦。包括我咧讲，大家拢知影，捌听过就二十一响礼炮嘛。这二十一响礼炮的原理是对美国1776年独立迄个年份加起来，1776加起来都是21嘛。嘿嘿嘿。二十一响礼炮，那是美国的专利呢。嗯。结果全世界出一个国家拢咧用嘛。咱家嘛是，我问足，我问过足侪一关军人吼，校官啊、将官哦，你拢唔知影呢？我讲，伊讲二十一响礼炮就是一种礼节啊。我唔是啦，我要请问你是讲迄个原理有？那用21响，咱来要用22啊，是20啦，是23啦。我要请教你的是迄个典故啊，你知影？伊讲啊，就是21响礼炮啊，伊讲要礼节啊，啊，伊就讲不出来嘛。所以我讲真侪台湾人哦，有出国读册，但是其实这上无消化啦。嗯，哦，笑话听到有嘛吼？对。譬如讲，有个人食物件，伊安尼看看补，看看补啊，补啊足以为啊，真消化嘛吼。嗯。消化系统真好，啊，有个人都无消化。现在咧白白的安尼。啊，都即个胃的嘛吼。嗯。啊，所以胃肠都无好嘛。嗯。对，就造成身体毛病嘛吼。所以讲，即读册甲即个食物件的一个原理是同款啦。嗯。你有认真读，无认真读。你有薄真薄真烂，无薄真烂，迄是差别足大个呢。吼，变变人啦，变变一个人吼。啊，但是迄都无共款。所以讲，真侪人有出国去读册，有去美国留学，但是我看足侪人对美国个文化足生疏个呢。嗯。吼，啊，所以有时就人好奇问我讲，哎，奇怪，啊，你那拢甲一般个人拢想法拢无啥共。我讲足简单，我做过美国个黄金女郎啊。
哦，黄金女郎荷兰人警惕是迄关，迄、那个是社会上好的公关呐、啊。嘿、哦，因为伊新款的人客伊拢接袂到嘛。嘿，对。哦你不管说多一个行业，多一个职业别，伊拢接触会到。对啊，要跟伊保持友好的沟通啊，对，友好关系，笑脸相待。啊，这废死甲无废死的原因，咱都讲是讲啊，你过去到中国国民党，你无屠杀台湾人哦，确实是冤枉死的嘛。嗯。啊，你冤枉死，你赔上好无？无好嘛吼，咱讲干国庆就好啊啦。是啊，是啊。干国庆，你去过来是我差不多啦吼。嗯。迄、那个人都明明都唔是伊，你查你个经理明明都唔是伊强奸的死的吼、啊，啊！你落去陈兆民空军总司令下令讲，一定要甲清查。嗯。啊，清查了后几年后才发现讲完咯。丁黑不迄落无。对。嘿。啊，你一辈人钱有法无？人囡仔未转来啊。哎，搁一个算讲个头壳里啊，调伫军营，啊无代无志，讲为着这个查囡仔嘛是关十几冬，啊无是啊，无通啊迄落，伊都讲未出来啊。咱探讨的问题是讲，废死、废毒死刑甲无废毒死刑的差别啦。啊，咱几个讲几个重点就好啦。嗯。全世界先进文明国家，足侪国家拢无死刑，治安比台湾较好。对。啊、这个免探讨。对啊，荷兰迄个国家哦，去年关掉16座的监狱。系，啊讲咧，因为荷兰迄个国家的总理讲，即个监狱起遐济吼，迄是咱的教育失败嘛。嗯，咱无甲伊教好嘛吼。对。譬如讲，你甲我嘛受到即款，即个为政府的中华民国的教育啊。嗯。吼，啊，但是咱拢安分守己啊。嗯。吼。啊，一寡无安分守己的人，就是啊，因为受到种种的原因的误导嘛，吼、哦，就是你的教育出问题啦，就是讲你无甲教育好势嘛，是，吼、哦，所以可能伫去年关掉16座，诶，即个感觉哦，16座是关足济安尼，足济人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人荷兰的政府吼、哦，有检讨能力，讲迄时阵的教育出问题，我伫荷兰工作这段时间吼、哦，我听过足济荷兰人。的言论是跟咱台湾人的想法落差足大个啦，吼、嗯！因荷兰人感觉讲，一个人会去犯罪，一定爱有了解伊的原因，嗯，就是讲你爱了解讲伊是安怎做犯罪的动机嘛，嗯，吼！啊，台湾唔是，台湾即马犯罪的人是啊、嗯，本来细尾啊关出来变大，变中尾、啊，中尾关出来变大尾嘛，吼！叫去进修啊！系啊，咱即马个形容讲去关的人是去进修嘛，吼！去读研究所啦，对啦，啊，即原因出伫倒，原因出伫监狱贪污嘛，吼！你伫监狱，你判刑，你去关的人吼、嗯，你只要有钱啦。无钱项物件摕袂到的啦。啊，搁有咱叫小姐入去嫁媒咧。对。啊，这款代志总统唔知吗？法务部长唔知吗？司法院长唔知吗？你相信吗？嗯。无可能嘛！咱查好囡仔，查好囡仔拢知影，是咱伊唔知影啦。因就无要面对问题嘛吼。嗯。啊，我来讲，北欧的国家差不多无感觉啦。冰岛啦、挪威啦，吼，迄个国家差不多拢无感觉。什么原因？伊用电子脚镣，甲你敲咧敲，手咧敲诶。你敢若会使伫恁兜迄个范围震动啊？你只要离开，踏出着恁兜诶方圆，比如讲5公尺啊、10公尺吼，伊就会打咱咧。是啊，该叫。人吼，车水如狗尾。嘿，人上惊是失去自由啦。人上界迄个可怕吼，恐怖就是无自由嘛。未自由足艰苦嘛吼。啊，所以人无感觉个国家，治安嘛比台湾较好啊。啊，你台湾自己干，你都抢死抢杀，啊有效无效嘛？因为你无对根源去做起嘛，你无对，人讲治病爱治本嘛吼。啊，你预防胜于治疗，噶毋是？结果你无嘛，你拢在全力混嘛，吼、哦嗯。所以监狱内底，你只要有钱，诶，满安全死，但叫你要监狱食呢。对啊。哦，啊，像你都爱。包括还叫顶泰丰哦，还叫金鸟。嘿，啊，像你安尼，你讲讲，买单叫查某入去内底监狱记未？是啊，系啊。啊，这个千金万塔的代。对，这部分拢猜出来嘛，部分拢猜出来嘛。啊，你总统唔知吗？
这个部长唔知吗？嗯，司法院长唔知吗？家长不唔知嘛，咱讲典狱长就好，卖讲较悬啦。典狱长唔知啦。啊，典狱长知啊，伊就无人爱有人管嘛哦。啊，你我是讲顶头管理的人，我无波哦。啊，是司法院总统拢管得着嘛？行政院长嘛管得着嘛？对啊。遐唔知吗？无可能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咱的问题是出于大遐，嗯，你问题若无针对问题去解决，嗯，你老是讲招的无白，无招的搞搞只吼，对啊，你搁白一百年也无也未止招呐，对啊，咁是吼，系啊，所以咱你讲的问题就想针对解决解决的方法，嗯，唔是讲唔是咱讲讲可能两个人点么你讲天讲地，嗯，咱是有提出方法，吼，嗯，因为你感觉的贪污若禁绝。就无这问题啊嘛！你讲迄个毒品啦，嗯，讲毒品，但是讲毒品绝对无可能入去的，对无？结果咱台湾的迄个家家哦，你甲我讲毒品拢绝对无入去家家，无可能啦！哈哈哈，迄天下笑。嘿，真正是讲无人。内底迄个毒品偌死行的呢？不是，这足简单嘛，法务部去做一个民调就好啊嘛。司法院去做一个民调，讲你相信党内底无毒品吗？安尼，答案就出来，敢不是？系啊。所以讲哦，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汉文化的政府若无甲消灭掉哦，嗯，当然是无救啦。对啊。老实讲，所以我是感觉讲咱哦，应该爱。应该爱透过包括这个节目也好啦吼，也是讲这个较侪社会运动的议题的交流吼，啊来互一寡人了解讲，这对政治的认识啦。嗯。政治是无永远的朋友啦，政治无永远的敌人啦，政治是最高明的骗术啦。好，哦，这朱国正讲过嘛？对啊。好，哦嗯，啊，你即马个印证嘛是确实是最高明的。对啊，咱唔是讲是拢有人骗七十几单，安尼骗啊。啊，咱个教育骗到底啊。对啊，咱个教育甲咱讲，咱做人吼，爱，哦啊，认真，爱打拼，爱正直吼，爱，哦，有是非。啊，即马台面遐人够有是非。系啊，多一个有是非，你甲我讲啦，安尼较对啦。对啊。通讲，敢有敢无啊？选以前，甲咱讲要选民意代表，嗯，啊，选党选了后，拢听党的话，党意代表。即马无听党的，阁无通啊做呢。无通做啊！你无听，所以伊去点出门来去监党主席吼，就是要让一寡无听话的人爱变听话嘛。对。你若无听话吼，无乖。无听我的话，恁的后边就要来提名。嗯，啊，你若足听话，就免了，安尼，伊就甲你，伊就升，伊就升，伊就升，安尼。是啊，就是安尼嘛。你像讲即摆即个纾困案啦吼，纾困者啊。你若有美国朋友、有加拿大朋友、有澳洲的朋友就好啦。你去凊彩敲一通电话问一下就知，赖一嘛知影嘛吼。对啊。人总统宣布迄个纾困的金额。三公老钱就主动去到户头，唔免去区公所，叫人去排队去抄一大迄落几啊张迄落有诶，就讲啊迄个恶上讲啊，我就无啥，无讲解捌字啦吼，啊我无了解这個，我敢会当摕转来互阮囝甲听听咧，我再搁走一转，讲袂使，你得爱伫我面头前迄个面外派咧，袂使，你要在我的眼前填，对，迄是啥物歌啊？不是。啊，迄个无文明的迄落嘛，会讲国家公仆嘛。你文明啊，都介远咧。我即边讲伫个脸书写一篇，嗯，英文内底无官之字啦，无迄个什么指挥官、外交官、教官、飞行官，无迄个官啦吼。嗯。所以英文内底无迄个官吼，嗯，伊就是啥，就是公仆嘛，嗯，就是讲照讲国家的公仆吼。拄着纳税人爱足客气的，爱足谦卑的，迄谦卑唔是出来问你讲，谦卑，搁再谦卑，唔是安尼咧。啊，伊骄傲，搁再骄傲。是啊，伊骄傲，搁再骄傲嘛吼。所以一点仔谦卑咯，所以讲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汉文化啦，无个气度吼，老实讲，台湾实是无救啦吼。啊，所以迄谦卑拢是好口号嘛。对啊，古早你会记吼，全国大陆拢写你放假花西街的树叶，啊，礼仪廉耻拢写你教室的壁，嗯，啊，迄都无你做嘛，有你讲无你做嘛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国家会混乱，唔是无原因，有制度嘛吼。新加坡1965年八月初到独立，到这样今嘛才50年啦，吼，人已经加入世界各国娱乐的国家，
啊，你这中国人讲到几千年的文化，啊，你有啥物件通讲？那讲啥？日本啦，民主世界大战，食原子弹，食到安尼寸草不生。1945年啊。人，对，1945年八月七日到八月七九，伫迄个希罗西马广岛甲迄个那个萨基的长崎，分别去予美国弹两粒原子弹。对啊。啊，日本在导航呢？是啊。哦，啊，日本导航了后，1945年哦，短短无30年，日本加做亚洲第一关一流的国家呢。哦，所以讲，你个看在所有全世界在发展的国家哦，你这个政治若无文明哦，你永远袂进步啦。对啊，我讲你插话歹势，我即下可能该收到。这边啊，这个唔着中国武汉肺炎嘛。啊，这个网络顶头迄个翻墙的过来啦吼，伊讲哦，广东福建遮哦，伊讲我足希望讲美国吼来甲阮通知，伊安怎都要甲对套，伊讲吼甲挂一信互美国，我讲我要做王国奴，我要互美国通知，爱东三省遐迄边讲吼，拜托诶，叫德国吼来甲我通知哦，我要挂要赔，啊，阮遮吼东三省甲挂互德国通知，你看人诶，迄毋是？相当啦。哦，山东啊，迄毋是笑话呢，咱家看做笑话。对，内在里面希望、希望讲哦，互迄个先进国家来甲咱讲通知嘛好啦，你挂出去好人。对，我补充你一个啦吼，山东100年前德国人伫遐吼，伊个青岛啤酒就是山东人，伊落去啊德国人制作的啦吼。100年、100多年前德国人伫山东的青岛。去起一个一关地雾水下水道，迄个暴风雨下水道，一百年来，山东吼，青岛唔捌淹水，唔捌淹水啦吼，咱即摆小可落雨落过淹水啊嘛吼，所以其实咱后一回要找时间来讲这个地下的工程啦吼，我有写过两篇啦吼，一篇是暴风雨下水道，一篇是雾水下水道啦吼，这两个无同款嘞，这两个无同款吼。我讲台湾呐有雾水处理下水道吼，台湾袂淹水、袂欠电、袂欠瓦斯吼，拢袂吧？对，吼、哦、啊嘛袂欠水啦，吼、嗯，而且这个上好的前瞻的议题嘛，是啊，就是外做，对啊，吼、哦，因为做都无外国的机会啊嘛，嗯，你看这两天小可落雨，搁淹水呢，对啊，我咧看这个电视的画面吼，迄台湾人甲接受世界记者访问淹水吼。还会笑呢，足无奈的，还会笑，对啊，对啊。诶，这个后尾先进国家吼，这个政府都叫冰雕，冰雕伊啊啦，伊荷兰人拢安尼讲嘛，请你甲我讲我纳税金的目的。嗯。荷兰人开嘴也是用这句话啦吼。对啊。Please tell me why should I pay tax？ 为什么我要纳税金？你甲我讲。嗯。我缴税金给你。你就是爱过好我的是生活嘛，是啊，这足简单的嘛，骗人的钱财，替人消灾嘛。不过咱这就是讲吼，伊有选票是安怎，伊就做官啦。系啦，这边啦吼，这个纽约的迄个市长啊，甲一个阿伯安尼吼，开一个大大包、个细包的安尼，伫个公园乱乱说咧创啥，分迄个口罩吼，互遐的迄个，不管伊是流浪还是啥，只要无口罩就讲啊，你拜托你家挂起来，当保护你家己安尼，甲咱老爸安尼，对对对咯，你敢有升一个市长啊？咱这市长哦，哇，规定拢出动哦，哎，雨头啊，车路压雨伞哦，啥？伊也着爱搁开手人家伊招啊！开手啊啦！系啊！插着政治拢比开手啦！你看人迄个纽约敢会比咱遮较细哈？对啊！你看人迄个市长是安尼呢？所以伫英文内底无德政这两字啦。是啊。德政了吼。德政。哎，迄个就在政府的德政之下。这个中国的汉文化嘛，汉文化才有这有这物件。对啊。政府是服务人民的嘛？是啊。吼。所以讲文明跟落伍的差别，就听一句话就好啊。文明的国家讲政治是服务政人的代志啊。对。落伍国家讲政治是管理政人的代志，还差不多无？嗯。一个管理哦。对。所以咱台湾人哦，去用洗脑讲，啊，上来管拢同款。嗯。都同款啦。系啊。是啥物人要来甲我服务？对啊。爱服我。更加吼，他够有够劲。我这嘛足希望讲美国来给咱服务。你看迄个川普，有个人讲不喜欢他，其实我都蛮喜欢他。
嘿，对不对啊？伊虽然哦大嘴巴，唔过人伊足敢做诶，足敢迄落安尼哦。你去看，咱台湾然后川普来只惯一个安尼吼。你看一个画面，要拢坐拢会当好掉。对对，你去看一个画面啦吼，我目前物件要好掉，就是要学川普啦吼。嘿。川普，你面对记者拢是家己点名，家己指定记者，你问问题哦。嘿啊。台湾就爱新闻官哦。系啊系啊，啊！新闻官要点多一间报社，点一间媒体，拢事先透交透好啊。对啊对啊，我迄记者侪入去，伊就摕一张迄个便条纸互你哦，你要问的吼，啊交互迄个人，迄个人才摕起迄个要答询迄个人安尼排安尼排。啊，即马大家拢举手的时阵，会当哦，佮点着一个啊，哦，是个样。是啊，啊，即拢透交嘛，即个佮剧本同款嘛，好。搬伊个剧本同款嘛，即个乃进步啦，即无可能是进步嘛，因为拢毋是自然的嘛吼，所以讲废死甲无废死吼，实在是一念之间啦吼，我估计咧啦，江泽民的死就一个期间吼，有中国有一个许福建甲广东的一个贪污的大官，叫赖声昌，你网络去查拢有啦吼，伊去往发现到伊贪污了吼，伊就走去加拿大。好、啊，做加拿大即中国即边法律就通证嘛吼、甚至甲判刑、判死刑嘛，要甲因对加拿大引渡当去中国，加拿大拒绝，因为加拿大宪法内底规定未使有死刑，好，伊个讲法就是讲，人无权利剥夺人的性命啦，好、所以加拿大宪法规定就是讲。一个人搁较恶劣哦，你上严重会使甲永久隔离啦。嗯。哦，就是讲甲关系死人，嘛无要紧，但是你袂使甲拍死，吼、因为迄暴力嘛吼。啊，所以中国一定要甲印度来生产，加拿大一定唔准。到尾啊，中国甲加拿大协调，加拿大讲你甲写一个保证书，保证这个人等于袂去用判死刑。吼。无判落啊，唔多死去。对，啊，习近平。不得已啊，为着民主嘛。习近平答应伊讲，掠当个中国被判死刑。你甲想嘛吼？啊，这就是最好的例嘛。就是讲，你有死刑的国家，治安不一定较好呢。你甲看全世界都一个国家，像台湾有剃汤剃毛，各有守望相助亭，各有社区巡逻队，各有义警吼，各有警警察，各有遐侪无遐遐侪关你的迄个保护，无嘛。屁股厝也无剃汤啊。对啊，嘛无铁门啊，嘛无社区监视器啊，嘛无警察巡逻线啊，啊，天啊，讲比咱较歹，对无？迄教育有问题嘛，来透过教育，就是讲，伫美国迄个社会，你袂无法度像台湾讲啊，我都来恁楼下隔壁吼，啊，就先说讲，该请我你点点，我你有滴无？美国人无迄习惯，美国人要去恁家。你去任何亲戚朋友兜，拢爱事先约时间。啊，事先约时间。先拍电话知会一下。啊，电话有记录啊嘛。你有拍电话记录嘛吼？所以伫美国迄有钱的国家吼，你若无甲人事先甲人约好要去人兜吼，你加入每个人的诶厂里啊，你用钱拍死是无罪哦。对。因为你有可能是暴徒嘛。哦。所以这教育的问题，啊，你唔去好好啊去办好教育。啊，唔好，我去学习文明国家的制度。啊，结果你家己乱舞吼。结果咱的枪支，全世界上多的哦。是啊，是啊，因为咱禁止枪呢。系啊。咱是禁，咱的法律规定是未使有枪呢，未使有毒品呢。结果咱枪个毒品。毒品拢几千毒档。对啊。滚档啊！对啊对啊。讲入来一点钟，佫就解决好势啊。连你掠毒品的一伙仔都拢伫未毒啦！我办过学生，伊那一个国中国一了了，伊因老爸伫中国就有上班嘛，因伊囡仔伫国中一年都咧卖都咧卖穿安尼，真正嘛，伊讲啊，因老爸讲，听我讲，伊讲，我讲有影，伊老爸唔知影嘛吼，我讲你问伊囝，伊叫我甲伊斗阵，甲伊囝斗阵食饭的时阵，伊问伊囝讲。我听迄个黄安可讲，你袂穿，伊讲有啊，有理由甲我讲嘛吼。伊讲为什么？伊讲好赚呐，好赚呐。国中一年呢，迄个那关系咪关系咪上出国嘛。好，啊就爱上国外去。国外就无啊多啊。因为你袂上，伊无是未成年嘛，无可能有穿嘛。伫台湾的国中一年的囡仔，你袂穿，卖毒品嘛就够济啦。学校内底，你看迄啰，
国小五六年级的毒品就底下在堆。啊，请问这啥的责任啦？对啊。这不是你缴税金饲的、包饲的政府的责任吗？嗯。啊，无你选举要弄啥啦？对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就讲咱的迄个教育安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政府为官制度，佫无甲咱，伊干那在做官哦，伊是官哦，啊，无甲咱人民当作一回事安尼，啊，当袂当就无形中各种就。国小五六年就开始甲毒品伫遐在迄落，愈来愈大，尾啊当袂当就甲伊抓入去关，关出来了修炼出来金光强强棍，啊到尾啊拢甲伊枪杀、枪杀、枪杀、枪杀安尼，啊迄是甚物原因？无解决问题，问题枪杀有解决问题，佫无要紧嘛。嗯。问题是枪杀无解决问题嘛。枪杀愈济啊。系啊。系啊。而且原因出伫倒，足简单嘛，红包嘛。对。就钱嘛吼、嗯，啊所以过去讲。过去讲，这个，有钱判生，啊，无钱判死嘛。嗯。啊，即个进步咧。嗯。一审当判，为着要满人个礼貌嘛吼。一审白判当当当。系。啊，二审减判。嗯。啊，三审就一当食猪脚面线。哈哈哈！即大家拢知影，拢听过话嘛。对啊。你出门唔知影吗？无、嗯、可能嘛。嗯。除非你是高天水鸡啦。无。啊，你若是高天水鸡，你就无资格做国家的总统嘛。系啊。敢毋是？哦。我讲过去，阮阿公的时代，嗯，定来哩，定来流行一句话啦，嗯，第世间着上界好赚的，第一医生，第二卖兵，第三查某经，嗯，即马唔是安尼，即马进步啊，第一政治，吼、哦嗯，第一政治，第二开庙师、嗯，第三做兄弟咧，嗯、这实在吼、哦，做一个人讲，哎、欸、呀，奇怪，这本身嘛，你了个做大股，对啊，吼、哦，做一个人你搞啊，历史搞到讲搞搞暗讲，哇，奇怪咧，这刚才你想会出来，我唔是咧，这是我体会出来，嗯嗯，对，这是从生活当中的体会到啊嘛、嗯，所以讲到底老人来死刑还是免死刑？哎、嗯欸，你敢人签一个国际人权公约，你有敢人签呢？对啊，国际人权合约，合约顶都是未使有死刑啦。嗯，所以判死刑唔敢执行，原因就出伫遮嘛。对啊。啊，你一方面来要做好人，一方面来要做歹人。系啊。世间哪有遮好个代志啦？是啊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国家若要有前途吼，一定爱淡掉中华民国，去、嗯、掉中华民国这个名称，啊，这个去掉汉文化的思维。无你无老实讲，我对台湾我是一点啊信心拢无啦吼。对啊，过来最主要就是讲爱诚实啦。对。你无管你是总统也好，凡夫走卒也好，做小生意啊买卖啊，啊有感觉讲咱较早的人足诚实的。对啊，系啊。啊，凊彩唔敢凊彩讲。唔敢。啊，迄个啊，我即马我较早吼，印人较衰。较欠人。欠人，迄个唔免写支票，啊，对啊嘞。国民党统治之下，久长了，变讲，民票都迄落，民进党嘛呢啦。无，即摆我伫要讲，国民进党执政了，我升版2.0。对，这是你刚刚咱来好好讲。我补充一个例啦吼，讲这骗人吼，一般来讲七八十岁欧巴桑吼，是较袂骗人啦，吼。啊，但是呢，我嘛去用骗过。嗯，我到高文泰来去买菜，嗯，好、哦，去顺华英街买菜，嗯，啊，一个阿上七八十岁啊，吼，提一杯一罐那个白灵啊，嗯，伊讲阿太太啊，我这最后一杯吼、哦嗯，你家买买我通啊，较早当啊休困嘞，嗯，啊，咱有同情心，咱有怜悯之心嘛吼，啊，咱甲买吼，甲买最后一杯了，早可能早较早当休困嘛吼，叫我去头前，我写到当啊，伊还不离啊最后一杯。哈、哦、哈，啊！你讲卖菜，马上就安尼啊。系，都安尼，啊！这不是伊的问题，是整个社会拢安尼想嘛。嗯。啊，为有看有无有，家己想嘛。对。啊，所以讲，这台湾若无找出诚实甲廉耻心的价值吼，嗯，台湾绝对无机会啦。对啦，啊！不过你讲要叫这个人不诚实、没有廉耻的人继续统治嘞，咱继续永远拢无可能去找到那个。诚实甲廉耻心啦。哇，上无诚实甲上无廉耻心的，就是遐伪证的嘛。对啊。要这些台面的。对啊，咱会继续统治，继续拢永远。咱有讲家己都讲迄落爱修改，讲后边哦，若讲要罢免的，拢一概拢中央通办。啊，若无你我家己来罢免我家己。迄无可能啦。对啊。因为吼。即马都拢安尼啊，即马是不是？
我韩国瑜这件代志，就是讲你叫韩国瑜来罢免韩国瑜家己。对，系啊。你蔡英文都无诚实啊嘛，伊都无朴素后后位，就讲有朴素后位，伊本身就无诚实啊嘛，你变哪叫人诚实啦？对啊。对不？上不正，正下歪啦。是啊是啊。又看又无由家己收，这台湾人足够好命的嘛。嗯。哦，啊，所以讲你若无诚实，无廉耻心。你这个国家是未到有前途啦，美国人会进步，美国会变作加做世界超级王国，是靠诚信嘛？因为伊是诚信立国为基础嘛。人若无诚信，伫美国是无得生存啦。对啊，老实讲诶，你讲一个地产赖了，一世人好。哦，一世人诶，你若以后叫一个赖哦，你就去了呀。你我第一讲一个笑话是讲，你骂美国人三字经哦，美国人会笑笑甲你讲，甲你回答讲。阮老母也无意见，我有哪无意见啦？啊，即下阮老母伫忙阿婆啊，你去遐找？不是啊，不是。意思是讲，啊，你若骂伊白贼哦，话伊该变样？系啊。因为美国人哦，诚实的基础是足稳固的，对对。就是讲伊未使白贼嘛。嗯。哦。啊，你若骂美国人白贼哦，伊该变样？嗯。因为伊都无用物件，无用白贼，伊未使白贼嘛。是啊。你讲要开这个。这个叫死，迄个死刑者吼。你若讲拢永远活伫迄个白贼中，迄个死刑永远拢存在。你搬掉一摆个嘛是同款，搁存在。不啦，司法院吼，司法院若真正要摕听民意啦，伊就举办一个迄款问卷调查就好啊嘛。看你是主张废死刑啊，无主张废死刑啊。当然，要做这民调进程，爱透过公共电子媒体。爱充分的讨论，哦，和专家、学者、社会运动的人来讨论，吼，讨论一段时间，啊，就该做民调嘛，哦，点民调的书，伫我的迄个河南迄个无罪推定，迄个案例，伊就讲，这真真正正符合无罪推定嘛，因为你无政府，你就袂使个动作，你就袂使个判刑嘛，你袂使个抓嘛，吼，啊，这当做会到，人家荷兰可以。荷兰能，台湾不能，拢是安尼嘛。新加坡能，台湾不能嘛。日本能，台湾更不能。对啊，你个情况嘛，你全是白贼文化的社会，啊，这个国家是免哪发展啦。因为啊，你会乎一寡即款正派，有一寡即款有正义感的人吼，无法度生存嘛。对啊。吼。咱若老是做像你讲啊，迄骗人的。对啊，就是安尼，哎呀。啊，大家拢骗啊。哎，大家拢骗。来比赛啊。对对。嘿，所以讲，咱今仔就感谢咱啊玉琴啊，咱明天过来找时间哦，咱做些代志拢啊经过深入的讨论啦。对啦。哦，啊，咱这个不是讲啊，讲啊足爽的安尼，这个节目吼，啊，希望讲咱会当深深来思考这件代志啊。对啦，对。哦，感谢各位。多谢，多谢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会当救台湾；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